笑死我了！我才抽了一个早上，他妈的我没电了。我也是原来是房的。我现在跟女生一样，我现在跟女生一样。你自己洗，你洗帮我洗。还洗的你吗？我打发这不舒服的。弄起来的衣服，弄起来的衣服。你看你的脸，哈哈哈！那你这不服，他妈真不服了！妈的，我告诉你，我死他妈！我的天哪，我妈不把我给打死！是你的头发的问题啊！什么？是你的问题好不好？啊，我像个女生一样。妈的，这头发不是又要烫？是我的问题。干什么？啊？而且我还没穿衣服呢。Questo sole che splende. Madre, vuoi già tanto vuoi da nari ma. Wow, 帅 那当然了，我帮你剪的头发。